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炒一个小鱼仔啊。这个是上次我们到小溪里面用那个网上来的。已经煎过一次了，现在再给它稍微煎一下。那这个小鱼仔给猫咪吃，快点。这样炸一下特别的香啊。挺香的。现在煎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放点盐，那个剁辣椒啊，这是上次做的，里面有气了。这个又更香了。稍微加点水煮一下，放点葱和姜就可以起锅了。宝宝，你去吃这个肉肉啊！鱼仔辣是不是？烫不烫辣？辣。那就吃了。我刚才长了一个很大的东西。早上就随便吃一点了。